的那个文章抠下来，然后就开始对他讲的话，哎，讲到第三段了，讲到第四段了。所以我意思是说，我不能这样去碰空说我们的力量已经很大，可是问题是我们自己，就是说在现在的确网络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平台，其他家要去善用它。然后与其你去管那些媒体干的什么事，气个半死他也不会改，也很难改，因为现在整个商业体制或怎样，其实你要让媒体翻很难。那不如就是说，好，包括环知这些比较是独立的这种媒体，然后到个人的这种，它就本身可以形成一个很大的一个串。其实现在媒体也深受这个影响，其实很多记者在早期每天都在看 FB 啊，我说啊，我什么什么，洪秀春要讲什么话，然后反边要去抗争了，每天也在看的。吸引了这些人出来，所以我觉得其实虽然你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新闻，可是我觉得他创造出来是某一种观点的新闻，那所以反而是让这些事情没有办法更全面的被看到。我自己的想法是这样，就是说其实他背后真正意义是某些事情某些人碰不得，某些事情是很容易触碰，大家很容易传播，很容易理解，因为洪仲丘事件单纯就是管理上的问题，所以它很容易被抽出来讲，然后被一直放大，一直那个保洁，我实在是看到有点想吐。我觉得他们的新闻报道方式实在是，我中午看到重播，然后晚上又看，我实在是。他们已经说是谈话相亲。我先讲，我跟你讲哦，我其实就是他连续没有连续轰炸我自己是没有看，可是我出去吃饭的时候我才说。不会了，可是有时候我要选那种没有电视的。可是有时候我会看的，因为我就当作是影音版的维基百科嘛，因为维基百科你有时候还要这么转那个滑鼠啊，对，你不是对啊，而且还没有，有时候你看了以后，因为维基百科很多都是文字，然后比如说讲到一个东西，你还要去 Google 去找那个照片啊，可是我觉得它是影音版，非整理的非常好的影音版。就是你坐在那边都不用推滑鼠，然后就有人家跟你推，然后有照片给你看，然后还有会加重语气，所以它收视率很高，不能有时候不能否认它某些地方的功能，但是有些地方就听就算了，就可能。那你在讲那个，其实我之前有写一篇，其实我写那篇我有一点犹豫嘛，因为我就是刚才他讲那句。其实网络相位也很大，政府真的搞不清楚。然后有时候我们不太愿意讲太白，因为你一旦讲太白，他知道你们在干什么，是玩哪些把戏，或者有一些东西的时候，他就会有一套应对的方式。因为现在对于政府而言，他其实很辛苦。以前他传统的情收，哪个组织，然后谁动员，我不知道你们电话监听的，他就是有一套方式，所以。有时候你要上街，我还要这边先聚集或怎么样。可是现在网络突然一下子，
十点接，然后十一点半就已经到关帝门口，就有时候他真的已经是头很头痛，然后他也想要加，咱们现在警察在加，到处加人，他加人家当好朋友，可是反正我不知道嘛，我也不知道他加到哪里去，可是我一直说在问题是说，就是说他有他一些逻辑，其实这里面有一些逻辑，我们自己在里面你会知道。那个公民1985跟大埔事件，我有去分析他的一些不一样的地方。那个我布洛格，我就是我白色圣旨是那个，你可以去看，我在里面有他。那我反过来想一个什么？那我意思就是说，他有他的不同的逻辑在里面，但是我还是要讲一件事，就是说。没有错，媒体它在里面扮演一个催化的角色，催化，哦，那个就是我们讲的 agenda setting， 就是跟议题设定的功能。可是我上次跟你讲过，媒体可以议题设定，我们可以做话题设定，你知道吗？媒体可以告诉你，那个现在是什么是最重要的，哦，然后大家觉得好重要，哦，这一周流行黄仲秋，然后下一周流行大腐败，媒体会告诉社会什么是重要的。可是我跟你讲一件事，谁告诉你什么东西在发生？你去看哦，很多东西已经在网络烧成一片了。媒体讲哇，我这短条我来报一报，一家报两家报，然后讲话节目加进去，突然就变成很大的事情。所以我的意思说，其实那个变成是一个不稳，你知道吗？就像我上一次，以前都是靠媒体记者自己去找线索，看我这边什么。也要立先生的感情，就自己在找东西。有时候他也要办，他当然也在做议题设定，可是他也要寻找话题，搜寻这些新闻。可是现在搜寻性这块，就媒体开始跟依赖网络，那谁来提供给你？大家，你一个团，你一个共鸣，怎么三个在谈，五个在谈，十个在谈？他开始知道这事情，有越来越多的东西。对啊，所以我的意思说。其实，这个时代网络跟所有的网络公民或网络人，跟媒体记者其实有时候就是一个共生关系。那愿意共生还好。其实我讲句难听的话，有啊，这三立也跑来这边借那个什么照片来，我要比较想同意。他想说你可能就是一般的那个，不是一般的，就想说就一般的那个就拍这个，我要想同意。我告诉我也是记者。那可是我必须要跟你讲一件事，就是说我还很肯定他说，你这样愿意帮他，我的意思在哪里？你如果愿意透过这网络去发现一些社会不公义的事情，你愿意再回到媒体去报道，你还是一个好记者。就怕那种，反正就跟外面社会已经隔绝，然后每天就是在什么那个 YouTube 的那猫在爬墙，哇，好可爱，然后哪个什么？对啊，你摇头啊，就是当你媒体一直在呈现这种讯息的时候，你就是我们在讲以前人家在指责媒体的时候，他们说媒体的很重要的是跟我们叫麻木，就是我不要告诉你什么太重大、太悲伤、太激愤的消息，我每天给你看快乐，然后每天给你看一些什么，就是让你麻木掉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就是你不要有那种。哦、我每天在给你看一些什么政治使者什么那些，你就想要去那个了。那我如果每天给你看一些啊，哪个女性可以离婚，然后哪一个什么身材很好，或者等等，那就所有的媒体的麻木攻击。那就是我王强是马克思讲的，什么是毒药？是麻药是毒药？那个没有给大哥给那个没有发言的优先了、啊。你们什么都可以聊啊。老师听得很生气。老师你看，你对网络有在用吗？比较少。比较少。因为我也是有去参加1985。哦，对不起啊。有些很感动。有些人生还是有希望。不然就没有希望。那年轻真的很棒。对了，我刚才就是要。那就一直讲到多网，其实我讲没有，我先讲一件事啊，就是我一直觉得说，
任何运动，只要人民愿意站上街头，我觉得都是好事。其实红衫军那时候我也去了，我觉得说不管任何时代，我觉得你人民愿意站上街头为你自己去表达，我觉得那就是很好的事情。因为我觉得说代议政治其实那是很早期的一个东西，今天透过网络透过街头，其实人民你已经可以表达你很强烈的一个诉求。我不觉得说哦，非得要什么啊，拜托你来立阿公什么，那个时代已经过了。我觉得很多东西，那老师在讲这个，我只在讲说有些议题不一样。那你刚才在讲，我想要补一件事，为什么说1985那么，不要说快乐，就是那么，那为什么倒不搞这么悲伤？很简单一件事情，人数。你只要人去占到10万、20万，我想事情很快就解决掉。哦，第一个，你也不会被警察 K。警察不敢 K 你，警察还怕被你 K。好、哦，当你人少的时候，你就开始要紧张了。哎，晚上越来越少，越来越少，警察会被盯上，然后警察就开始，这个是很现实的。我们讲投资伎俩，你人多的时候我就怕，你人少的时候我就知，就是这样。1985跟举那天，因为我在台湾没有去，红衫军的时候我记得最清楚，那个整个，因为他是用走。那个十月份的那一次，整个用走，那个警察拉那个，就是他只用那个行弹的那种线嘛，那个总统围墙，然后整个民众走了，我就看到警察两个站在一起，然后民众走过去这样，这是现实。然后你看那个大火那个火，每一个都是这样，完了。这个东西我跟你讲，就是很现实的东西在这里。那第一次去围国防部的时候，一样的警察就出来一堆啊，是不是？你每次都去嘛？是不是？第一次你看，第一次去国防部的时候，他也是很多人出来啊。对啊，他也是觉得你人没有想，不要说没想那么多，他觉得他还可以去呵斥你啊。当你是到25万站在那边的时候，哗哗哗，现在全台湾8万警察。你别讲了，你有胆你把宪兵、把军队叫出来，他不敢啊。你可能把台湾8万警察都调出来，你台北市最大的调动警力，给你1万人、12000、15000，好不好？你25万，你要怎么调？这是现实啊！我意思说，那什么样的动能能造成这样的人数？我觉得两个议题有啊，那不能说他不对，但是问题是说，的确是大伙伴他是比较有多的复杂的。那你红中这个案子，他诉求的很好，就是一个人去调命一个人，然后一个就是要你修改那个军审法。我跟你讲，对政府军审法，你要给谁管都没有关系，他这个就丢了。可是你要政府不要征收量，你要他，你知道意思吗？那是完全，你如果今天红中圈的案子再多要一点，他也要算。你今天如果再加一个什么阁员下台什么什么什么的。他也要算了，可是大埔案他后面症结是征收的问题，征收这个东西那是政府他拿钱的一个管道，你叫他不要他不干。所以当然他背景是有一些不一样，然后对了，但是我必须要讲一句很坦白的话，就是说其实一样啊，我们隐藏在反征收的东西，我们在想说如果真的哪一天20万赞助，我跟你讲可能政府很快就去征收就限缩或等等等等，所以百分之都看9月29可不可以，可不可以挤下25万，他就取消了。